你對方都唔知搞乜嘅，手機又唔開。邱小姐係咁同我講噶。Charlotte，邱小姐 Natalie， 你係咪公關部嘅咩？做乜調咗過嚟噶？ Cindy 话暂时仲未帮邱生请翻个适合嘅新秘书，暂时调我过嚟顶住先咯。邱小姐，你有时搵邱生啊？啊，系啊。哦，今日好似约咗个 banker 食 lunch 晏啲至翻喎。哦，OK， 唔该晒。啊，系啊，头先你行开咗，帮你接咗个电话，系南美岛王爹飞翻嗰边打电话嚟嘅。佢话班机 delay 咗，要4点钟先到，叫 Brian 唔使搵人去接佢。 Welcome to Hong Kong, Mr. Park. Please. Brian, 已经4点半了。 但我打嘅电话 ，Mr. Fang 部手机仲系打唔通，你秘书有冇听错时间啊？你对方都唔知搞乜嘅，手机又唔开，你有冇听错时间噶 ？David 翻班机真系嗰度下昼4点钟先到香港？邱小姐系咁同我讲噶 ，Charlotte， 唔系你真系听电话嘅咩？当时我啱啱去咗 toilet， 系邱小姐帮我接电话，佢仲话系 Mr. Fang 嘅助手打嚟。 你唔早讲，俾女死啊！阿邱小姐，你讲啦，你哋接咗我嚟呢度，到底系咩目的啊？阿 Brian 同埋 Roger 知唔知道你哋咁做噶？因为而家我系邱氏集团嘅代主席。 所以有啲嘢，我想同 Mr. Farm 你直接沟通。喺呢度入边有齐晒我哋邱氏集团同埋你哋公司嘅转账记录。我睇过喺我哋入俾你嗰5亿订金入边，其中有2.5亿系入咗落去维京群岛银行嘅一间公司嘅 account 入边。我查过呢2.5亿嘅接收人。 系我哋公司营运总监 Roger Lee 太太嘅一间空壳公司，所以我怀疑，因为 Mr. Farm 你想同我哋优视合作，用呢2.5亿嚟贿赂 Roger。Are you kidding？ 呢啲系 commission， 即系你哋叫嘅佣金啊。Mr. Farm， 我系邱氏小姐嘅代表律师，邱小姐系邱氏集团嘅代主席，亦即系 Roger Lee 嘅雇主。 根据香港防止贿赂条例，任何人未经雇主许可索取或者收受任何利益，包括你头先所讲嘅 commission， 即属违法。Anyway， 我冇入过任何钱俾 Roger Lee， 个2.5亿都系你哋邱氏集团自己过数俾佢啫嘛。OK， 咁呢层啊。 留翻俾阿 Mr. 翻起同 ICAC 慢慢交代。我哋都 check 过 Mr. 翻喺南美洲真系好出名啊！至于你哋做过啲乜，我谂你哋都好清楚啦。不过如果你想利用同邱氏集团合作嘅赌场项目去做一啲违法嘅嘢，例如洗黑钱，我系绝对唔会容许呢件事发生。嗱，你谂清楚，万一 ICAC 真系查到埋。 咁可能查埋你背后好多唔见得光嘅事，我谂到时你有排烦。
OK， 咁你哋想点啊？